是我想做很久却没有时间做的事情，是帮儿子换季衣服。他现在这个位置是游戏室，原本设定是要让小孩当成房间，反正就是换另外一间房间去就对了。他现在这个位置变成客房间、游戏室，还有儿子的衣柜、玩具储存室。那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我三个儿子的衣柜。然后呢，黑色那箱子是放一些，比如说冬天的衣服或夏天的衣服。这边就是当季的，当季衣服全部都放在这边。这边挂外套，还有袜子，还有小朋友的书包啊，或者是一些外出的小包包。那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衣柜跟这衣柜都是 IKEA 买的。首先第一层，儿子的高领还有帽子。第二层呢是双胞胎的上衣，短袖上衣。第三层是双胞胎的短裤，这一样就是放一些长裤。备不时之需，那就是内裤。那这边是最小儿子的裤子啊，全部都在这边。这边的话就挂一些外套，这边是放制服，这边就是所有人的外套。这边就放一些娃娃浴巾，这是双胞胎的袜子，这个是小儿子的袜子。有人可能会好奇这个是什么，这是我们家儿子的泳衣，我去大创买了一个这样盒子，就是把它正方的这样收起来一个盒子。这一层就是放一些包包类的，像儿子外出的一些小包包，这边也是一些包包，然后最下面这一层就是比较大型的玩具。换季衣服要不要洗过？然后因为我就懒得洗，因为衣服太多，而且这样子重复工作会做太多，觉得有点累。我就是那么穿过一轮，反正这样就洗过一轮。短裤拿出来，待会再收到这箱子里面。然后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我对衣物管理的观念。我以前是跟大家一样，衣服都很爱乱买，小朋友衣服堆了一大堆。那直到有一次呢，我们社区妈妈就是在募集一些小朋友穿不下的衣服，把它送到偏乡去帮助一些小朋友。结果呢，那一次我整理出来，我真的有吓到，因为我整理的四大箱双胞胎的衣服，是真的也没穿过几次，那一下就穿不下了，就是贪小便宜买些。可能太便宜衣服，然后洗没几次就起毛球啊，或者是松掉，这样就是你也再也不会想穿它，但是它就是占了你衣柜的位置。小朋友衣服真的不用买太多，够穿就好。也许我们家是因为三个都是男生的关系，所以衣服本来就比较少。自从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之后呢，我对衣服的管理跟掌控呢，有自己的那个方式。再来呢，因为我们家是一家五口，所以我天天洗衣服，天天晒衣服跟折衣服，所以我们家衣服一定都是够穿的，每一件都是轮流穿得到，每一件衣服都可以发挥它最大的功能，都可以轮流上场。第一就是我不会买太多太花俏的衣服，那变得很难搭配。我们家每件上衣跟裤子都是互相搭配得到的，颜色我也不会选择太花俏，就是让人家一看就说，哎，你今天穿这一件，那礼拜二怎么又穿这一件？就大家会有很深很深印象。轮流搭配也可以翻出很多不同的花样，小朋友都。
都会长大嘛，那我们就会添购一些新的衣服，先把这些要换季衣服先收到大箱子里，下来当季的衣服已经穿不下了，我该买新的后都是这个衣柜放得下为主的数量。里面因为我还有一个小的，他长大还可以再接哥哥的衣服嘛，状况 OK 的我就会把它保留下来。到了明年夏天，我就会很清楚的知道哪些衣服是需要保留，哪些衣服是需要淘汰的，因为都在这个箱子里面。接下来这个时间跟大家 run tour 一下我们家的游戏室。刚刚有提到我们家这两个衣柜是在 IKEA 买的，那这两个黑色的箱子也在 IKEA 买的，这个是玩具箱，这些是在无印良品买的。这边也是一些我们家的玩具，大型的我全部都用这种大的收纳袋收起来。我们家儿子百玩不腻的积木，这个呢就是不知道怎么说，就先暂时放这里。刚有说到这间房间原本是设定让三个儿子睡一起的，所以我就去宜得利买了这个日式床垫。然后后来最小就是他现在还小，还想要跟我一起睡嘛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常常跑到我房间。后来老公觉得三个睡一起很挤，然后又不舒服，睡眠品质不好，他就自己会跑到这边睡，他就把三个叠在一起这样睡，会比较软一点。这个日式床垫可以把它这样遮起来，如果不用的话就可以把它收纳起来。以上就是我对小朋友衣物管理的一些概念跟想法，希望能帮得到大家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主题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还有追踪我的频道哦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